我们现在就介绍第二个方式哦。那我刚刚用复制的嘛，对不对？你点到它，把它分开的复制了。那一样再加一个，你可以再把一个圆，再把它放进来，因为它其实有一个这个哈、哦、圆柱，它可以把这两个去做所谓的组合啦。哎，应该颠倒过来，我应该先把圆做好。你看这样子，我先颠倒做没关系，但是这样子做的是错的哦。但是你来看一下，我现在有这个，我把它大小一样，先缩小，压扁，角落这边缩小，好，转过来，往这边挤下去。其实你也不一定要做很圆啊。好，像这样子。如果说我现在呢，因为我现在是颠倒做哦，标准的应该是先从圆的先做好了，再做方的。好，那我现在这两个有没有叠在一起？有的，对不对？我再缩小一点点，再转一下。靠近一点，好，转过来，移过来，好，你来看，我现在把我的立方体，就是这个矩形，跟这个圆柱是合在一起的。那现在因为我的圆柱是后面加进来的，所以后面这个除了打勾跟叉叉，你有没有发现有个囊头？那代表什么意思？哎，以前有没有学过交集、叉集？这叫叉集嘛，对不对？把这个立方体敲掉那个圆，这样了解吗？你也可以这样做。好、哦，所以像如果说你要做这个钥匙圈，哎，钥匙圈不是要有洞吗？哇，那这里钥匙圈呢、啊？这里啊，这里啊，这里不是有一个洞吗？这怎么做？圆柱拿出来，缩小一点，长一点，有没有？底下这样子，是不是就把这里就敲一个洞了？所以你知道它是不是可以做组合？这样的话就是一样的概念。所以你如果说要做半圆，我就是先把圆柱先弄好，再加上这个立方体来减掉它一半，这就变成圆柱了。一半的圆柱，你就可以跟它做结合，这样清楚吗？哎，所以其实你看到我们刚刚的这个造型的部分，哎，对，这里，你有看到我很多这些洞有没有？像这样子做，那这边呢有一个小技巧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你有没有发现我都用不同颜色，不是为了好看哦。除了方便辨识以外，其实很重要的是什么？它相同颜色它会融合在一起，不同颜色还可以分开，什么意思呢？我们看一下，在这边，我现在这两个是不是一样的颜色？好，那我把这里有没有发现它有喷漆也有油漆桶？喷漆你就用喷的嘛，那油漆桶一倒下去就整个都是。好，所以如果说我现在用这个黄色的，我用油漆桶，好，我来这边倒下去，有没有这样整个都变了？当我把它移动过来，点到它，我移动过来，这样两个在一起的时候也会怎么样？也会有那个刚刚的效果哦。但是呢，你看一下，好，我稍微靠近一点，我把它做准一点点。好，这样差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对，过来，好，这样有准了，有没有？好，我就在旁边点一下，就表示确定，上面没有打勾嘛，就点一下，有没有？好，这个时候如果你要再把它拿出来，你就用这个，这样有没有可以拿出来？但是前提是不同颜色，
同一个颜色它就融合在一起变成同一个，所以这个是它比较特别的地方。我今天不同颜色的时候我要拿出来就可以再拿，这样清楚吗？所以为什么我在做这个范例的时候我要用这样子，因为我如果打一个洞之后我还可以再把它拿出来，或者我先组合，那离开之后它就有一个洞了，这样也可以。好，这样也可以。好，所以这个是给大家稍微参考一下的。那现在呢，这个我就来改变一下咯。这个我看一下，这个先不要，我看一下，先把圆柱叫进来，先做一个圆柱。好，缩小缩小缩小，记得哦，先换颜色哦。有没有？我这边已经先换颜色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换完颜色之后，你建立出来的模型就会是这个颜色的。好，好，那我现在呢，先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，先拉旁边移动一下，移到这边。我现在就不做那么准了，就大约就好了。好，看一下这边，好，这里小了一点点，转个弯。所以你用这个软体的好处就是你的左右手会很灵活，那个手指头，因为一下按左键，一下按右键，你要移动就按右键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？平移的时候我就按一下。好，像这样子。那现在呢，我就不要用敲的，我就打勾就好了。好，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，其实它已经被敲掉，有没有？它是又被剪掉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是这个，我就把这个颠倒一下，转一下。转过来，好，移动一下。换我来把你这里弄掉可以吧？好，一半。好，点到旁边，这样就好了。那我就可以把这个，等一下，这里啊不是，这样还是会，因为要颠倒过来做，要颠倒过来做才行。这一个好了好了，算了，我就直接放进去就好了。偷懒一下，抱歉。这里哈，好，拿掉，点到它，剪掉，偷懒就把它移进去可以吗？这样移进来，那我把这个高低调整一下，好，这样子调一下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，看有没有准，差一点点，我就再移过来一点点。好，移动工具，移过来。这样可以吧？点旁边，这样就合在一起啦。如果你让它完全合在一起的，那我就把颜色再改回来就好了。我就挑回原本的白色，油漆桶倒下去，这样两个就模型就合在一起了。这样可以接受吗 ？OK， 好，那这个有了，请问这四个是不是可以自己加进来？给你加看看好不好？给你自己加一下。尝试一下。